Hello， 我是葡萄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。今天呢，来玩这款手机游戏《四魂拱月传说》。OK， 那这款游戏之前在 YouTube 上面广告也打非常大呀、啊。那、只要有打广告的游戏嘛，我们都要抱持着一个打折的心态去玩它。那么我们这次就来看看这个游戏哦，它的品质怎么样？一个打广告的游戏，它的品质到底如何？尤其是它有些广告嘛，真的是很智障，OK， 那么我们就选一个伺服器进去吧。我看一下哦，哎，两个伺服器，一到十伏，哎，哦，好像还没有爆满哦。那我们选一伏好了啦，哦，就一伏，有没有脱衣服啊？我就哦，他说四魂衣服，可是我比较想要撕衣服啊，撕衣服或者是脱衣服啊，还是不穿衣服也可以，不穿衣服也可以。好 ，OK， 那么我们就进来吧，进入游戏。它旁边有个写视频两个字，这应该是大陆游戏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大陆游戏哦。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动画。哦，有动画哎。这配音是怎样？为什么好像有两个声音啊？请问一下，这配音是怎样？啊哈！哦，好屌、哦，好屌、哦！也不算动画，它算是这个前面也不算动画，那是投影片吧？啊，怎样？哦哦哦哦哦，锁人吗？哦，染头发锁人就对了。干嘛？你废老鬼哦！啊，他叫什么？橘什么？橘什么金？我看一下，橘右金。请问一下谁取这个名字的？麻烦请他出来一下好不好？我要扁他，这名字鸟爆了。这他的角色还算蛮帅的，可是他名字真的很鸟哎、欸。然后这谁？罗将神啊？罗将咸水鸡哦，你好啊，我们的罗将咸水鸡，你好。他妈的，他居然没露胸部，干！这个插图嘛，这插图不及格哦。你应该露个胸部，露个乳沟才对啊。哦，露乳沟就好，不用露奶头啊。哦 ，OK。啊，我用手机模拟器玩哎、欸。啊，我没有摇杆怎么办？救命！我没有摇杆。啊哈哈，我没有摇杆。所以他们会打我吗？欸，他们不会打我、欸。哦哦，他们打我。哦、oh, ，还有连击哦。哦、oh, ，这游戏还有所谓的连击就对了。哦、oh, ，有，哦、oh, 有没有？我在刷牙哎、欸。哦、oh, ，你看有没有刷牙？啊，这。哦，这，哎，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比那王者远征好多，至少王者，至少这个游戏嘛，不太会那个。妈的，所以是王者远征问题啊，不是我电脑的问题啊。哎 ，OK， 因为我等一下我设定个虚拟按键。OK， 我设定好了，哦，动起来还算可以啊啊，我好像。哎，等一下，手机响。OK， 我好像找到这款游戏，目前玩起来应该还算 OK 啊。希望它的品质还可以维持住哦。希望到后面的品质不会崩溃。然后怎样？哦，动画好帅哦。他是谁啊？这是谁？干，我他刚才碰出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女的哎。他叫什么？牙神啊哈。再不阻止水咸水鸡就没办法了。他叫什么？牙神精换石狼，牙神换石狼。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刚刚的插图没穿衣服，可是他人物的模组有穿衣服啊，好怪哦。对，你看没穿衣服，而且他没有奶头哎、欸，真的他没有奶头哎、欸。哦，我们的牙痛换石狼。哦，我被抓，好痛哦。哦。我看一下哦，哦，这样可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左二左右。哦，有没有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！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啊！必杀技，等一下我还没点我。刚刚必杀技我还没有设定按键哎，哇，帅呆了！他屁眼被我捅了。咸水晶有什么问题吗？哇，咸水晶把我打飞了，干硬老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透明度太高了。哎、欸、，OK， 好。怎么会有刺猬头啊？哦，好像还可以哦。哎、欸，我奇怪啊，为什么这种游戏你要打一堆叮人广告、欸？哎，哦，感觉还算可以的游戏啊，为什么要打一堆叮人广告？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？然后第一个角色是谁？他什么啊？龙马？月前龙马？你是月前龙马吗？啊，你会打网球吗？球线你会不会打网球？然后这什么天使？他有分什么？分男的还是女的？还分流派啊？流什么？这怎么念？流稿吗？还是什么？另一个是天兽，看得出来。那这是流什么？有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他这只什么流稿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你好，南秀一，南，我记得，哎、欸，我记得那个悠悠白书的战马嘛，悠悠白书的战马，他的人类名字叫做什么？南野秀一。所以请问一下，你们的名字是从别的动漫抄过来的吗？哦，南野秀一，你好。哦，这个字叫什么？居合。哦，居合。然后这狂刀还是狂刃吧？嗯，啊，然后另一个。你好，小萝莉，雨生千代，我还圣代的千代，他有宙斯，然后这什么巫柱，宙斯巫柱，然后哎，然后这什么神月吧，这字念神月吧，然后选哪一个比较好？所以这个是他的门派，或者是说他技能的不同吗？然后这个什么东西？啊呜，哦，大胸部。哦，他忍者哦，终于有一个比较可以看的哦，这个他叫什么锦啊、天珠，然后这叫什么鹤影，他一个应该叫天珠，然后这个叫地面哦，所以是天珠地面 ，OK， 我看一下哦，哎、欸，会喷火哎、欸，帅啊，会喷火，然后这个哎、欸，那、啊、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是类似用忍术吧，他影鹤影是类似用忍术，那这个哎、欸。他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王相，然后韩彻。王相是什么？嗯哼，然后这个，一个技能是黄的，一个技能是蓝的，感觉说差不多哎。然后选哪一个？他叫哦，对了，他叫什么？海斗。我还那叫什么斗啊？肉斗哎。哦，我以后叫他肉斗好了。好吧，那我们玩这个好了啦。对啊，你看，目前唯一我觉得可以看的哦，好像也只有这只哦。你看，它有乳沟哦，有胸部哦，就像在云之歌说的，有胸部就给赞哦，有乳沟就给赞，然后黑长发就给赞。如果他不要绑马尾，我就给他一个大赞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取什么名字比较好。金井峰，我要流川枫的金井峰。然后这什么梦野小春 ？OK， 我们就叫梦野小春哦。好吧，梦野小春不错。然后我的派系我要选这鹤影哦，我觉得会喷火还蛮有趣的。好，进入游戏啊，每天都有各种精彩活动，去认什么东西？他字为什么会消掉、啊？你好、啊，哎、欸，有两个萝莉耶。我敷面膜吗？为什么我脸的下半部黑黑的？ここに連れてきました。彼女は妹のリムルル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。思い
出した水木の儀式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私が倒れた後皆さんが水木を倒したのよ、ね、暗黒神の他的魔主还可以，只是他有一些魔主非常的细微，魔主的细微部分很粗糙。調べ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。あなたたちは町で自由にしていて、ニムルル言うこと聞いてね。もういつまでも子供扱いしないでよ。他魔主还可以啊，可是他魔主的魔主尤其是关节的部分嘛，有点粗糙耶。 3D 啊哈，3D 加视角，背身视角，更好的打击体验。我选这个好了，应该可以调吧，之后可以调吧。哦，这边是一大堆的玩家嘛，对不对？点击寻路啊，别跟我说这个又是自动寻路欸。哦，寻路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哦，圣诞节还没到啊，这叫什么离沙？为什么离沙让我想到一部日本的 A 片动漫？有在看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梦野小村，哦，你看我这插图，这个插图还不错，嗯。OK， 好。这个游戏嘛，目前看起来是 OK 的啊，但是，哦，我们别跟我说有个厨子哎，不要跟我说还有那氪金提示。只要是没有氪金提示的话，就可以大大的加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基本设置，哎，画音画设置，哦，它音效设置跟画面设置放在一起哦，所以变成音画设置。那请问一下音效设置跟那什么道路设置加起来变成什么哎？哦，变成音道设置，好冷哦。那我看一下哦，啊哈，华丽 ，OK。同频人数的话少一点好了，不要太多人啊，不然太密了。然后他人特效，裸滑，帧率开大一点哦。既然这游戏不像那个什么王者什么，那叫什么名字？我忘记了。王者远征啊，既然这游戏不像王者远征一样会给一个的话嘛，那我就音效给他开大一点。OK， 哦，欸，可以耶，哦，是哦，是哦，这个虽然说它的画质嘛，跟电脑游戏或者是家机游戏比起来是很烂，但是如果以手机游戏来说，这样算 OK 了。只是它建筑物很啊，建筑物就算了，好，人物还可以啊，人物还可以。OK， 教训骰子鬼，干嘛？啊？怎样？啊，我对啊，教训骰子鬼啊，哦是哦，这是副本哦。就这个、哦，啊，前往 OK。哎、欸，哇塞，好顺哦！他叫骰子鬼。来吧。哦，会喷火哦，我喜欢会喷火的哦，会喷火的女人，我喜欢。啊，开玩笑的。哎，翻滚！哎，啊啊下啊下下下下下！哦，视角是这样转 ，OK， 好，这样可以。哦，如果这是电脑游戏，该有多好啊！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放在电脑游戏才对啊，怎么会放在手机游戏？哎，真他妈有够干！哦，放在手机我就觉得很干，如果放在电脑的话嘛，就很不错了。OK。然后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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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他有时间限制了。我真好奇，他穿那个鞋子，他不会跌倒吗？哦，他穿木屐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打出连击 combo combo。哦，打赢了！哇，他喷装哎。所以他倒了吗？这是他的灵魂吗？啊，他射粒子，所以他什么那个涅槃的就对了。OK， 然后他说什么拾取是按这个吧？嗯哼。哎，我发现我哎、欸，我有长短腿。然后干嘛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。啊，台湾有什么党？
哦，国民党对不对？国民党就敢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选，靠北，他自己选。早知道不要讲废话。OK， 目前玩起来的话嘛，还算 OK 啦。哦，毕竟，哦，玩起来还算 OK 啊。而且好像也没有说强制你自动战斗。虽然说有所谓点击然后自动寻路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强制你一定要自动战斗，所以哦，这应该算是难得哦，难得有打广告，但是品质还算可以的一款游戏啊！哦，我只讲实话，它的广告很智障啊，但是游戏玩起来目前是 OK 的哦哦，我个人是实话实说啊。当然这种游戏嘛，它放在手机上面的话，我就觉得很可惜，它应该放在电，它应该比如说出个电脑版或者是加机版才对。然后目前玩起来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氪金提示，所以哦，光是没有氪金提示啊，目前没有氪金提示，这点我就觉得可以加分了。OK， 那技能的部分是什么东西啊？启动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哦，技能还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技能点数啊？哈，OK， 反正这样吧。